咱花莲的文化丰富多元，每一个节日都有相对应的传统活动，甚至是美食。像五日节有肉粽，中秋节有油啊、月饼。清明节要到了，除了制作饭饽以外，当然嘛袂当袂记哩润饼这个美食。河尾镇农会绿色照伙伴今仔日就包润饼给长辈享用，大家拢食了非常的欢喜。花莲这里拢有固定的活动甲食物来应景，清明节就要来到，河尾农会一透早就开始准备润饼相关物件，要予绿色照伙伴的长辈享用。河尾农会总干苏谢燕如表示，为了让长辈会当感受到这个气氛，因此农会一透早就准备润饼，要伫中昼共餐的时阵，让长辈家己来包润饼，为了让长辈食了更加健康。这实在大部分拢是河尾在地种植生产的，并且家己农会家己做米泡饼来作为材料，让长辈买当家己来做新的润饼。每逢佳节倍思亲哈，那清明佳节已经即将到来。那本会我们绿色照顾，我们对高龄班的今天的互助共识，由我们志工妈妈用爱心满满的来制作我们的润饼，那也是一个非常应景的食物。我们在扫墓祭祖的家家户户都会来准备。那我们家政妈妈呢，他们今天除了平常准备的高丽菜丝、肉丝、豆皮，还以及蛋酥，也加上我们本会我们研发的和美米果香，我们把脆米果把它捣碎，用创新研发加入我们的润饼皮里面，也别有一番滋味，请大家可以多多来农会选购。时间一到，长辈家己揢着碗碟来热了，等下桌顶家己来包。若是口味，咱来看长辈安那讲。好吃，很好吃，很丰盛哦，很好吃哦。好吃，哎呀哎呀，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好吃，赞。家己包的更好吃。对对对对对。清明节是花莲重要节日之一，即天真侪民众拢来进行制作活动，为着方便，大家拢会先准备润饼来吃，进一步让润饼成为传统美食。新中华新闻里面，洪可碧采访报道。